视频里，爸爸是整个身体的压力全部做到了这个孩子的胸腹部以上，包括头颈部。那么从这个受到的这个外力损伤的这个来源，你就可以基本判断他有可能存在这个颈椎的损害的了。医生建议，若是发生类似意外，最好不要轻易挪动伤害，避免产生恶度伤害。而像是让孩子骑在肩膀上或是用力摇晃，都很可能会对孩子造成伤害。除此好心帮忙将小孩抱起，却意外让伤势更严重，让爸爸和店员都好自责。记者唐权综合报道。